迎接佛诞节，美国北加州的慈济志工顶着艳阳进行彩排，大家不说辛苦，而是以无比的欢喜心用心投入排练。因为画这个地标需要很多时间。短短的影子，日正当中，承受摄氏32度高温，北加州慈济志工为浴佛进行彩排。两个字一步，只有自己熟悉节奏还不够。四个人一列，得要用眼角余光和别人对齐。敬诸佛。又热又晒，真的有人考虑过不要参加，但想到台湾佛教界法师为弘扬佛法所做的努力，赶紧转念。那个念头一转，又想到说，在中正纪念堂之前，那些法师，他们冒着雨还是顶着大太阳的时候，那个画面就印在那个脑海里面，印象很深，然后那个就很自己很惭愧，说怎么会有这种念头，说因为说要彩排的关系，所以就要考虑。今天开始，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抓一把米存起来。浴佛洗心显慈悲，佛诞节当天，志工们还会以八分饱两分助人的故事，邀请社区民众一起存铺满，将善念实践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淑芬、谢仁杰，美国报道。